宁缺，今日你要死在这里，谁死还未必呢。你可知道，有很多人都想要你的命，可为了杀你，我准备了十几年。 三剑和夏侯的明光甲，都是出自书院后山的四先生和六先生，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哼，自相矛盾，打就对了。宁缺，居然能想到用剑意来画符，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一道符。 真法，当然，你可别忘了我们书院的七师姐是干什么的，夏侯。 果然不愧为武道巅峰。有人跟你说过，我怕水是吧？所以你买下了这片湖，为的就是今天，对吧？
你在这儿画符布阵，想一招置我死地，对吧？哼，你苦苦找了我15年，终于等到了今天，你想让我葬身于此，对吧？你的一切我全都知晓。夏侯，你纵使是座坚不可摧的山峰，而我的手段只是只不起眼的勺子，如果不停地敲下去，你总有一日会崩塌。好啊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招数？后山的颜色的你全都用尽了吗？别忘了，我还没有出手呢。我还有一把刀。你只有暗箭，夏侯自然有兵枪。枪好，名也好，那宁缺的箭是书院的箭，但这枪毕竟是观主亲自为他打造的本命之物。就还是入了魔。可好人，能奈我何？二先生，难道要出手吗？小师弟，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，但是他已经没有任何招数了。他有。给你。Thank you.
这不是刀，这的确不是刀，这是大和剑意。陛下，这公平吗？对于你死去的人，永远也算不得公平。你确实给了我一次惊喜。不是惊喜，是让你不知道的杀意。我姓夏名侯，今后将以我夏侯之名开启万世之序。宁缺，你永远战胜不了我，我将千古不灭。别动！不准碰桑桑！
宁缺，你练剑化符，甚至入了魔，但是你连本命物都没有，那就是一废物。你连本心所指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死定了。你想看看我的本命物吗？我有一把刀，保护桑桑，睡得好。胜负已分，走吧。桑桑，桑桑，桑桑，桑桑。桑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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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教给的那粒通天丸，我只用了一半的药力就达到了武道巅峰。但是我也被药力反噬，我想这不是什么真正的通天丸吧。这的确不是真正的通天丸，我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。如果你再把剩下的五成药力吸收，相信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原来西陵也想让我死，你们都想让我死。难道我死了以后，这一切就能变得好一点了吗？
对的，错的，为了活下去，我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我绝不后悔。你小子，陛下器重你，夫子保护你。我不管你是不是冥王之子，但是黑夜来临之际，只有你才能保全唐国，保护我那可怜的妹妹。西陵想借我的手让咱们同归于尽，记住，他们才是你最大的敌人。别这么快就死了，在这个不公道的世道上，为自己开出一条路来吧。别学我。哪来的什么绝对的光明？有光的，好好的活着吧。征服过这我，缠绕扭成绳索，有魂魄微扬于往事。有一个，该结束了。再别有谁。朕封你为镇北大将军。多谢陛下。心不留余刻，岁月狂奔念蹉跎，流落残剑的残破，死生有过为方争夺，就任我此生无悔自我，就任我为我而生，以黑是人是魔，不为谁如何论说，与我此生起落为战而活，就任这恐惧熬成寂寞。决定任我死于火。